处处受敌，我好弱小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在世界里生存下去？难道是钱没充够，提醒我充值啦？我看看啊，60点券6块钱，300点券30块钱，坑，巨坑！看看这个联盟会员，30块钱一个月，关键是购买立即获得300的联盟信用点，每天领取会员礼包、2000新币和食物，还有1000点的技能点，各种会员特权。既不明摆着让我买个会员，我的托运特权、签到特权、税率特权、专项特权，说不定来个会员特价一折起售呢，那岂不是美滋滋？买买买！我看一下福利还有什么，这里有希望基金，购买就可以获得980元的额外奖励，98元赚了10倍。最专业等级提升就可以领取联盟信用点，还送一堆的配方产业，听说是可以抽到 UZI 典藏皮肤，现在身上就已经有 UZI 了，要是抽到我看谁还敢再说我弱。还有这一堆的金条，特别是6级之后的高分子材料，之前去101的菜市场上看过，一个就要卖9000块金条，那岂不是一下子就发财了？已经把所有东西都领取了，你看东西全在邮箱里，最好手冲的物品领取 UZI 宇宙先锋，还有弹夹和药物，物品好丰富啊！现在就来抽奖，抽 UZI 典藏皮肤，不行，我今天露一手。配方产业231个碎片，一次需要20，算一下就能够抽11次。OK， 棒球帽，一个头盔有了，这下谁还能够一枪打死我？燃料箱，哼，不会吧，真的这么背啊？先让我抽中典藏皮肤，再来其他杂七杂八的呗。看来又香，我不信，再来。有了，骗到了吗？小朋友是典藏，是 UZI 的典藏皮肤，4次就抽中了。这下我能够提升攻击力、攻击速度，还有射击的移动速度，另外还有装弹量以及各项的属性都会全方位的提升。哼，这一次不脸黑了，再没有上一次一次性抽中雷鸣盾，但这次4次抽中典藏也算很厉害的啦。建筑配方、家用预防，这些就当凑数吧。哎呀，这福利还有红点呢，还能够再抽2次。这下好了 ，UZI 3次皮肤全部凑齐，表示统治秋日森林了。我们有缘再见。